者詹香马台北报道。郭书友、曹佑宁在 OTT 娱乐四智之人际关系事务所中上演床戏，两人赤裸上演抢棉被大战，曹佑宁马上就被郭书友踢下床，傻愣呆萌模样连导演都忍不住笑还指导，工作人员也笑亏，跟王柏杰亲比较有感觉走，只可惜最后只保留吻戏，床戏部分被删掉，观众只能在花絮中欣赏。曹佑宁先前和王柏杰拍摄男男吻，主动又激烈，播出后引起热烈回响，但轮到跟郭书瑶的床戏时，他显得笨手笨脚，两人也因拍摄过程中没经常十分害羞，面对剧中如此亲密的画面，郭书瑶说，这我真的没有尝试过，连床戏都没有拍过，男女主角各自献出入行以来第一次激情演出。曹佑宁组和郭书瑶拍床戏， OTT 娱乐提供郭书瑶用曹佑宁拍床戏上演抢棉被大战， OTT 娱乐提供曹佑宁用郭书瑶人际关系事务所吻戏亲的投入。